家早上好。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众力圆满人生基金会，感恩宇宙天地，感恩导师的愿心，来帮我们呢，能够在超级生命密码梦想舞台呢，能够让我们呢逐梦踏实。那今天呢，我们马上就来进入我们的基金会。非常非常的高兴，好，这个礼拜非常非常的快哦。这个礼拜大家心情有没有能量有没有起来啊？好。啊，今天的新朋友，请麻烦举个手。新朋友，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新朋友。那个郑淑梅，你找这边来。来欢迎。龙潭的主持人啊，今天把机会的主持人顾明到我们现场来指导。啊，我叫曾春啊，我是曾春，我是住在平镇这边。进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跟随我们太阳顺的老师在学习已经2年半左右了。所以在这边非常非常的感恩哈，感恩所有的参与的同学哈，因为从读书会从开始，从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到现在已经100人，非常非常的，真的都要谢谢大家的共振，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谢谢大家一起来这边学习的这个机会，我们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我原来啊。原来的曾春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愁眉苦脸，烦恼特别多，然后整天就是在做爱抱怨、脾气不好的人。那从来想要改变的那个机会非常多，但是就是改不过。那因为就是来到超级生命密码这个课程开始，跟老师学习，看了导师的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里面的所有的方法。用了所有的方法以后，整个现到现在为止，整个个性变得非常的不敢生气，然后事事就是都是想法。所以说我们到现在每天都是出气，都是跟人家分享，好怎样的超级生命密码怎么好，我们做人要怎么样的来有正能量，然后跟让我们的家庭更圆满，事业更顺利。所以说每天就是跟人家分享的，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怎么样？人见人，人见人爱，就是以前是人家就喜欢跟我们讲话，跟我们讲话就好像有一点距离哦。但是来到这边2年半的这个过程当中哦，现在是只要出去跟人家聊天，人家都是面带笑容，好像很和善的跟我们聊天。那因为我们每天跟人家聊天的方式哦，就是给人家正能量，给人家能够帮助到人家，能够去给他正能量，给他正向的一个话一样。所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们聊天。所以说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这边变得非常快乐，非常的有自信，也做非常快乐的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来到这边，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福气，非常非常的有福气。哦，基金会就是我们来这边来共振的爱共振的一个场所，所以说每个礼拜一定要来，好不好？好，感恩，谢谢。天地，感恩太阳神的导师的愿心哦，让我们呢，感受到天地恩情总是爱，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刚刚唱了2首歌之后呢，有没有感觉能量起来了？有啊，天地的恩情总是爱，但是以前呢，我们或许怎么样感受不到？那现在来超马之后呢，我们不断的用弟子规来落实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步骤1、2、3，就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子？我们身心灵的杂质。不断的去，那就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亲密。那这个亲密呢，就让我们感受得到天地的恩情，感受到导师的爱哈、哦。所以呢，因为爱，我们的这个千年的恩怨呢，就不再纠缠哈、哦。因为爱，我们呢，就是这个悔恨痛惜也不在。好、哦，那因为爱，天地是
新人啊，我都还没有实修实验呢，能去参加老师的活动吗？大家，他可以参加老师的活动吗？可以，可以，对不对？更需要去哈，为什么？因为第一天我们是怎么样？六月十五号的第一天音乐会，老师所有的歌曲是让我们做什么？做虔诚的疗愈，帮我们先暖气嘛，把我们原来所做的开关呢，一项一项的打开，那会打开多少？跟你的真心诚意到底有没有关系哦？好，我们只要带出一个真心诚意的心是很重要的哈。我们来到老师的面前哈，那六月十五号结束之后呢，六月十六号更重要，是做实验的课程。就像新同学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心法，那么那一天呢，老师整天就带着我们做心法。所以呢，亲爱的家人们，还没有购票的、购门票的家人哈，六月十五号、六月十六号，尽快的来购票哈。那明天五月二十六号，我们在新主场的惊喜分享会，大家有参加吗？有。好，那有参加的家人举个手，看看有多少人，我们一起公证一下。哦，还蛮多的哈。啊，剩下没有举手的家人，也请你怎么样？趁着当下有举手，我们明天一起去，因为新竹很近，对不对？对。我们一起先去共振一下哈，我们先调动自己的，因为那个大场的能量很强，我们先调动我们自己的能量，那能量聚足一些些，那我们老师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收到，接收到更多哈，接受天地的源头，接受天地的爱，就是这么的简单。但是真心诚意的心要拿出来哈。好，感谢大家。那今天呢，我们有看到我们这个树民呢，帅哥他到现到我们基金会来，真的让我们蓬荜生辉哦。他真的很棒哦，他很精进，那他也组织了好几个基金会。那礼拜二的晚上是龙潭基金会。那礼拜四的晚上是平镇精英会，还有天元台中，总之呢，他非常的精进。那从这个进入超马，我认识他到现在，他真的脱胎换骨哦。我们要请他呢，特别邀请他来做分享哦。在这个导读之前呢，请他来分享他进入超马之前跟之后，他改变了些什么。用热烈掌声欢迎。站在这么多，为什么站在这里？哪一边比较？站这边。站哪边？中间吗？可以是吧？好。很开心的，来这个朋友哈，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哈。那进入到超级生命密码，大概已经快两年多了，真的是熟然后熟。那就娓娓道来哦，到底为什么会接触超马？那还有一些怎么样改变？太小声了，好，这样应该比较配合。那当然了，这个一开始接触超马其实是跟我工作的关系息息相关的。那我现在工作已经四年多了。那我一开始呢，一开始进到我现在这间公司，我在龙潭上班，我是台中人。那我一开始进到公司呢，我就是认为说啊，一定要很认真，发奋图强。我一定要在我的工作上面的有所展望，一定要很认真。那只是呢，果然很多事情哦，天穹的月呢，开始就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就是我就是遇到了可能跟这个主管相处的问题啊，还有跟我这个同事之间相处的问题啊。那什么问题呢？就是啊，我一开始进入到公司啊，那我的主管哦，他就是一个很强的人，然后这个主管哦，他就是。每天可以工作到九点十点，然后他们的职级啊，他加班哦是没有加班费的，但他就是哇这么的这么的在工作上拼命，所以他带我们的方式哦，哇也是铁血政策哦，铁血政策。那他指派我工作哦，会指派四五件事情，那其实我自己擅长的部分，我自己的专长就一件事情。那有时候呢，我把这一件事情处理完，可以其实。耗费蛮多力气，但是呢，我的主管就很会跟我说：“哎，那你其他事情我都没做，其他事情怎么样哦？”那可是其他事情每一项都很专业，都要花时间去处理。那有时候我可能其他的事情，哎，这件事情花了两三天再弄，哎，弄，我主管就说：“哎，你去弄别的事情哦。”然后弄就说弄别的事情，哇，
他后来哦要回来再弄这件事情，他都已经忘了，所以这个能力不足哦。然后就变得说哦，日复一日就开始就是觉得都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些事情。然后呢，主管呢就会常抓我进去，然后抓我进去就开始精神训话了。那怎么训呢？那因为我的主管他就是走这种比较尖锐的路线，他就是他不是说哎在你脸上打一拳直接正面攻击，他是心理攻击哦，他就讲话很酸哦，就说哎你这样也可以毕业哦，或者说哎你像我老板他认识我研究所的老板，他说你这样会不会有入师门啊？哎你老板不是哎你老板不是很厉害吗？你怎么之后？就很酸，你知道吗？然后呢，不然就是说什么，哎，我养你有什么用啊？你请我养你有什么用？那也不是他付钱的，哦。可是呢，哇，这个听久了哈，你就觉得说，真像吗？那个大人在骂小孩子，他也不肯顶嘴啊，他内心呢就开始积压了很多的怨恨。反正呢，就是一个班抓一两次，然后每次呢练个可能是一个小时，真的日复一日哦。哇，我告诉各位哈。我只要闻到它的味道，哇，我就开始内心充满了极大的恐惧感。真的是这样哈。那后来哦，我就有点工作哦，上次有点过期过，就是一个认真的这个有为青年哦，就觉得说，哎，好像每天都在这样。那后来啊，当初主管还有同事的这个问题，我一个同事哦，哎，他也跟我差不多近。那当然呢，他的行事作风就是都是自己在电脑桌面前啊，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啊。然后他跟其他人好像也不太打交道啊。那一开始呢，觉得说跟他这样啊，那我就主动去跟他聊天啊，干嘛的？觉得哈，其实呢，还不错哈，跟他聊起来觉得还 OK。但是一发现哈，开始在工作上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就发现讲完啊，我们讨论完的事情啊。他会把全部的这些讨论内容呢，可以收集起来，然后呢去呈报长官哦，好像都是他的这个想法，然后说他做的，然后后来就发现哦，那也不是只有就我这样啊，他可能跟其他部门一起合起来哦，讨论的东西也会变成他的哦，但是呢，因为我跟他的领域是相关的哦，哇，跟他领域相关的，所以我就特别容易被针锋相对哦，然后呢，有一次的爆发点就是哦，在一次的这个开会上面啊。他先报告，我后面报告，然后他报告呢，他报告的内容就是一直在批评我的方法怎么样不行，哇，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哦，然后就心真的非常厌恶的感觉哦，本来跟他还 OK 我就觉得说，大家都不理他，我就对他蛮好，为什么他还要这样针锋相对？我就觉得这人真的是很讨厌。那他呢？他好像在我们公司也很吃得开吧，因为像我刚才讲那位主管啊，他会叫我的。同事们哦，我们去出差，那他叫我那个讨厌的同事去出差，那个同事们就说：为什么我要出差？出差对他来说没有进步啊，他干嘛出差？那主管就跟他讲说：因为我这个单位大家就是要轮流啊，就要出差。但他还是坚持不出差，就是我主管叫他交代的事情哦，他可以不做，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他每年的考绩都拿奖，都拿很高哦。后来才发现说他这个家属是。部门的高官啊，所以吃得开啊，在我公司是个红人嘛，所以啊，哇，这个日复一日啊，是主管啊，这个同事啊，我就觉得前后夹攻啊，就真的是啊，每天抱怨哦，然后真的就像刚才跟春大哥说到，我就抱怨哦，我跟他同事都听我在抱怨哦，被我负面的这个气感染，我也变得有点讨厌的样子，整天一直讲一直讲。那当然了，就知道了。我的有一个同事哦，他就拿了这个啦，超级生命密码哦，走到我的这个座位旁边哦，办公室座位旁边哦，他就说哦，树林，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你，这是正能量的书吧，很适合你哦。后来哦才知道，他根本还没开始读哦，是回家给他，我们就跟他说，这是一本正面的书哦，很正面的哦，很适合你哦。他竟然叫我去试试看的哈，那当然了，这个。如果是我那时候顺风顺水，他拿给我就不看，但是因为刚好是衰的时候，哎呀，翻开来了，那正能量我心里知道吗？好啊好啊，然后就开始哦，回家打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然后搜寻看生的导师，哇，那时候你看哦，有很多这个导师的这个音档哦，短片，可能是
分钟的这个，就在听老师的讲课。我听起来我就觉得，说跳绳的老师哦，怎么讲话这个逻辑啊、观念啊、内容啊，真的是很正经正念哦。而且他不只讲这些什么人际关系道理，他连人天宇宙啊、迷因习什么都讲得很通透。我就发现哦，这个老师不简单哦。再加上呢，那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些超马家人的见证哦，看完了自己都好像很感动哦，怎么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啊，或是这些病啊，这些什么的都可以在超马，而且只要愿意去实修，很快就成长。哦，我那时候一听哦，我就一直听老师的引导，然后就听到步骤一二三嘛，原来有这个心法，然后我就开始哦，真的是好好的。我一看新闻就开了，赶快来练习哦，这个超马的心法。那当然呢，步骤一啊，他教老师哦，要忏悔，然后对这些不圆满事物忏悔。那当然了，因为我已经经历了两年的洗礼，每天在家里哦，求神问卜啊，或是去外面问通灵，花钱想要在那边用啊，就很认真的实验。我就每天，我把我的这个主管调出来。这个心法当中，我在心法中对不起哦，对不起哦。虽然我没有，不可能哦，在现实生活中跟他忏悔哦，因为连靠近他都觉得有难度的哦。但是呢，我只是在心法中这样子跟他忏悔哦。这个哦，你现在骂我骂成这样哦，我过去一定也是骂你骂成这样啊，全部都是我的错了，拜托你们原谅我，真的跟他忏悔。然后对同事也是啊，对不起啊。现在一直捅我，过去也一直捅你，大家真的是希望可以圆满。那你在感恩的心法当中呢，把他们两个都调出来，希望说这个今生有缘再相遇，一定要好好的圆满哦。如果还是这样交恶，那这个是冤冤相报的事。就开始这样不断的练习，真的约莫大概两三个月，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再次的哦，这个是走在办公室啊，过去看到我的同事哦，这个真的是仇人相见分外眼，一看到他就不舒服的气就出来了，这个跟他距离之间的这种无形的墙就出来了，很讨厌的墙。但是既然做了三个月心法，这个墙哦开始就不见了，开始就是可以看到他本来都不见面，到后来可以跟他打招呼，嗨，他也愿意跟我嗨一下，那后来变成说可以开始交谈了。就比较彼此尊重了，然后他也没有在后面捅我这种感觉，包括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这么神奇。过去两年每天在那边跪啊，那边拜啊，拜托啦，然后花个钱感应一下，做什么事情无解，怎么做了这个心法哦，真的很快就赚了。那我的主管也是如此啊，他本来都是你看，把我叫进去可能一次就一个小时，一周两三次到后来变成两三分钟进去一次，而且呢，可能就从念一个小时变成二三十分钟，这个力道呢也从100%降到了50%，差很多。我告诉各位，很多，真的以前那个电话一进来我就Oh my god， 怎么不会吧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办公室每个电话都有设专属名称只要是主管打电话进来就会是空袭警报黄一回的声音那个只要一出来所有同事说你去接啦，你去接啦，大家都不想被燃烧到所以怎么后来抓我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少我就觉得哇，你差太多了吧。然后呢，到后来真的在三四个月就开始有赚了。2017年初接触超马，三四个月有赚。到2017年的12月当年接触11月左右我的同事他就是因为他自己去拿更高的学历，他想要拿更好的薪水，他有跟这个高官说我现在这个想要拿更好的薪水，但高官跟他讲其实在我们这边呢，不是照我们的管道去读这个学历，也是自己去读，所以没有办法。如果你想要再拿更好的薪水，这两个，一个就是去找更好的工作，那另一个呢就是你再重考进来。那因为他跟高官很好，那他就选择，那我再重考进来。结果11月他要重考进来之后，竟然就被一没被录取。哇，这个完全就是他一没被录取他原来可能做了大概三件事情左右就变成我在做了。那我原来做四五件事情，那些一堆杂事
哎，我就不用做了嘛，我就变成做另外一个领域先吧，我就变成说，哎，开始做比较专长的事情。哇，从那天起，真的工作越来越轻松，越来越轻松。那我的部门其实大家都很超，大家都很超，要么就是加班，要么就出差。哎，可是我呢，就变得相对没那么超，就相对没那么轻松。有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哪，有时候有点心虚哦。怎么这个转变这么大？那所以这个同事的问题现在就解决了。那导师也常跟我讲，你哦可能在今生哦受了怎么样的委屈，你也要去愿，好好的如法实修，好好的做，其实你发现，时间地会给你交代，那我就真的有这种感觉。那当然呢，可能我的主管也是哦，在第一年的时候他对我气已经越来越少，那第二年的时候呢，其实我在看到，我发现心情上转变很大。过去哦。一进去哦，我想说哦，又要骂了，哦，不，不要骂了哦，那个内心就是一直在对立哦，一直在不舒服。但是后来哦，真的相信，开始觉得说这个主管，他站在这个位置，他要让那么多的计划可以执行，他有多少的压力哦，他有多少这样子的责任要扛。所以这个心态一转哦，这个后来他把我叫进去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觉得满足的心，把这个位置给我位置。完全没办法，这个明星是什么？这个转变的功夫是达到了，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是什么以怨抱怨，现在开始比较有那种抱怨的感觉。我就觉得说，这个工作我心态一转，就是从一面地狱变成另一面天堂的事情，不会再那么纠结。而到了今年二月的时候，其实各位们，我这个主管他真的他的个性长官呢不想要让他升上去，因为他升上去哦，可能会跟很多的高官一起吵架，所以长官不想让他上去。可是长官呢也不会让他下来，因为他的这个待人处事，他可以把我们压到绩效出来，所以他就是，如果他不是这种个性，各位观众哦，他不知道已经是多大的官了，所以他就是万年在这个位置。那我们这个同事哦，其实也常会说。还有几年他就退休了，就常在那边算了。其实，因为同事也是对他的个性很感冒。但是呢，在今年二月，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们里面哈成立了一个新的单位，新的单位。而我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那个同事因为我让他输给我的同事了，他就是看到我诸多的转变，但是他后来结束的时候，他也在赚。但是他到去年之后，他对这个主管还是很感冒，还是很痛苦。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内心的创伤嘛，所以他在导师的这个拉斯维加斯团就问导师，导师怎么办啊？我对我主管还是很恐惧哦。那导师那时候就跟他讲，这个谁的能量场弱，谁就离开哦。结果真的今年二月这个新的单位一成立，哇，我的主管竟然就被调到那个单位去哦。而我现在的这个新的主管就变得很容易跟人家沟通了，很容易去将心比心，这完全就不一样，就觉得说，哇，真的哦，果然哦，不是说花钱交代要你马上就接触就要什么改变，而是你在一点一点落实当中，你看到你后面的劲哦，生活的劲不断的在转哦，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因为我要告诉各位是，这个工作的真的是原来觉得不可能，但是。在超满十个下，就不断在看到改变，不管是逆境也好，还是不断的突破，后面的路就更大。那当然这个在跟各位分享，因为最近有太多人每次看到我都说：“淑女你怎么变瘦了？”我以前不长这样的，我从小到大都很圆的，就是肥嘟嘟哈，圆滚滚哈，真的是哈，一直都很想变瘦。那小时候就真的对我这个肥胖，真的是有一种。我觉得我为什么要那么肥哦？真的，我觉得自己长得很丑啊。然后呢，以前呢，我买衣服，我可能穿二 L， 然后我就会故意买个 XL。我就想说，我要积一减，但是买了永远就放衣柜，永远没有打开哦，真的都是瘦不下来哦。那当然我一开始接触超嘛，很多人可能他做了心法，就开始可以变瘦啊，做了些什么方法就可以变瘦。但我请教导师哈，那像有次请教导师啊，做什么？导师说，一天可以试着多喝一点水哦，喝四千到六千 CC 的水，像马来西亚就
学员啊，他真的一天喝6000cc 的水，他都变瘦了、哦。我喝水就变瘦，然后就有去试啊。我不是喝很多水，我觉得这个确实我新陈代谢有变好，但是呢还是没变瘦，因为我这个障碍比较大。但是后来又有教导啊，就是可以试着做咖啡台，就是咖啡灌肠，我很认真做。那我是跟各位讲哦，真的是我自己在灌，因为有时候没时间，我不一定灌咖啡，我会灌水。那导师是希望说一天可以去灌3次或4次。那有时候我在灌前2次的时候，我灌水的时候，我觉得前2次其实没那么足，但是灌到第3次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体内的废物很足，都有排出来了。你就发现每天灌吃多少，真的都是每天在清哦，那个肠道真的是比较舒服。所以我现在是很习惯的在这样排。那也看到了很多的学员哦，用了这个咖啡排毒哦，真的也变瘦哦，但是我还是没变瘦，为什么？因为我太贪吃了。我跟你讲，各位真的太贪吃了，真的欲食甚欲。这个从小就是你不去，明明知道要变瘦就是要节食嘛，不要吃那么多嘛。但是这个嘴就是不听哦，这个灵魂哦，脑子告诉你你要吃啊，啊好吃了再吃一下，所以就变成说什么？我以前在减肥的时候哦，我是怎样？我是用忍的。那我今晚真的我就不吃了。好，我不吃了。结果我隔天呢，我就吃2倍回来。这一礼拜好不容易不吃哦，哇，后来变瘦了，瘦了一点哦，开始放纵哦，哇，我就开始吃，每天吃大餐哦。所以这个真的，这个运动真的一直无法克制。但是呢，直到了去年10月，还是几位忘记了，老师呢，在这个一个主题课程叫做休闲秘籍吃多少。大家可以如果还没上，可以上主题课程休闲秘籍吃多少。一号，看我教这个与之相应法。那老师有讲哦，你在与之相应法，你可以参考字句记，然后想想要圆满的各种主题哦。好、哦，那时候我就在想，拜托了，我很接受，我穿好看的西装，好看的衬衫哦，然后呢，我可以当超好的大圆人，有好的形象哦，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有缘人，我来拜托一下。我就开始这样子观想。是相应法，我就发现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这张嘴可以不会那么的爱吃，哇，差好多，真的。以前我也买过减肥药，我买过什么机器都没用，为什么？因为太爱吃了，无法控制。在做与之相应法之后呢，过去是忍耐的，但是现在少吃，我就觉得说，可以控制，就无所谓，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那在当然，再加上今年，因为我再去参加老师的这个拉斯维加斯团进阶班哦，有在做这个进阶的心法，就发现，这个克制的这个能力哦，跟这个时间哦，可以一直做好。以前大概一段时间受不了，哇，又做吃回来，现在就是可以这样子一直持续哦。那当然，再跟各位讲哦，我就不吃糖哦，我今天也开始面包、蛋糕、饼干，那我淀粉也少吃。但是我猜肉都会吃，那有时候呢再配合这个超级健康秘法里面的说，早上可以偶尔不吃早餐，做一些间接性的断食，我就是这样子，变得可以去克制我的欲望。那到现在啊，我从去年的10月97公斤，到我现在82公斤。真的啊，如果在超马里面哦，我从小就想要变瘦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实修的过程当中哦，天地啊，会给你最需要的。